科大设计学院在杜瑞哲杜院长的带领之下，去年成立了类职场的场域空间，主要是整合设计学院各系的专业课程导入这个场域，让同学们有一个实务链接的机会，主要呢是增强产业的交流以及强化我们在产学合作的一个链接。设计媒体推广中心以类职场运作模式建置了相关的硬体设备，例如雷射切割机、 3D 列印机、雷射打标机、量产型彩色数位印刷机、 CNC 等专业设备。在空间规划上，中心也设置了展览区、媒体推播室、沉浸式投影体验区，提供师生一个完整的实验与展演的实践场域。类职场的资源提供学生能在课堂外进一步的深化学习和提升专业技能，具体能力培育包含生产制作能力、小批量产设备，让学生能够在课堂外进行实际的生产制作的流程。行销宣传手法在媒体推播室和相关媒体设备，让学生能够学习到实际的行销和宣传的技能。展演活动演练在展演活动空间和沉浸式体验的设备，让学生能够参与实际的展演和演出活动，这有助于提升学生在策展及展演的能力。产学合作经验，产学合作案提供了学生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这有助于学生与实际职场接轨，学习与他人合作和沟通应对的能力。透过类职场空间的资源以及积极与产业交流、产学合作的链接之下，相信是可将课程加值并培力深化，以达产学双融、产业对接之目标。